给大家看一下我日常用的一些调料，就是这些。下面还有一副生抽，这里还有一袋泡椒末，然后这个柜子里面还有，这放的是这个碗、盘子，上面的话一些香料、辣椒、花椒面等等一系列的，反正这边也是一堆。刚才任哥给我发消息，他说他今天好像是睡过头了，然后备菜备不赢，叫我去帮忙去一下吧，去一下吧。现在已经5点钟了。啊，这个椰汁太多了，里面喝都喝不完了。大老远都看到了，不知道在烧什么哟，在烧油啊！这个油是不是？哦，烧辣椒油。可以嘞，关火嘞。拧进去啊。可以嘞，这冒烟嘞，还烧。全部拧进去吗？嗯，可以了。那关火噻。哦，不用关，关小点。嗯，关小点。关小点，免得燃起来了。我要帮你拧嘛。嗯，你帮我拧下，给他妈，我今天有点忙。要全部拧进去是不？嗯，全部拧进去，你要活，你把我晓得，你把这个关了噻。嗯。要活。你那个盆小了点了，你还搞多嘞？那个拧出来好吃啊，兄弟。有点不科学啊，你那个搞的。那油辣子是恁个做的啊？终于弄完了，人锅今天大出血了，一锅油加这个一盆辣椒，好几百块呀。人锅今天睡过头了吗？嗯。你炒面哪个那么粗啊？是煮过了哟，嗯，蒸过了嘛，蒸合适了嘛，嗯。哎呀，一下又搞到5:40了，唉，回去休息一下吧。睡了一会儿了，现在6:30了，准备出摊了。啊，已经搬过来了，人哥还在吃饭呢。那边卖冰粉凉面的也在。啊，今天天气好，摆摊的都出来了。人哥今天穿得好帅呀，要炒饭了。